夜能够看到有这么多车，也算是比较少去看到的。然后是十号的车子，哦，还是有一些人坐去再坐回来，都是一种体验。Central。钓鱼，这个很多的小镇，如果这个交通真的很不方便，好在我住的地方离那个地铁站比较方便，上上下下都很容易。这个交通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。哇 ，Halloween 小朋友有活动啊，你看，因为这个好像是这个 weekend 的部分，就 no kids， no candy。No tricky， 不给他就捣蛋。你看，万圣节的活动。这房子也都蛮有小特色的。又有两个上车了，车的角度比较大，要拉到这小巷子，真的每个人都要有规划好。哇，还好没有住到这边来，哇，住到这边来我就累了。哇，这好像迷宫。公车人还是都有的，不错不错。然后都是当地的民众居多，然后或者是学生。
啊，十号公车就这样到这边。先这样告一段落，不然太单调了。